会达到自己心里要完成的那个东西。下一组他们的队名叫做 Star Cat Dolls， 就是星星猫与娃娃吗？好，欢迎施旭静、伍思爱、洪雪峰。老师姐好，老师好。哦哦哦，加分。那、no, 加分，三位有两位啊，怎么样？冷水王现在突然亢奋了起来，终于开始好看了，好狂野，我都不知道你身材这么好哎，没有啦，这样 O OK 吗 ？OK， 自己吃，平常有穿这么？因为我觉得很多老师都会说，如果你要表演的话，就要把它表演到极致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说老师都会说，如果你要表演的话，就要把外套脱掉。我的等一下会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伍思爱呢 ？OK 吗？这是你最、okay. 最性感的极限了吗？对。哎呦，那待会不能扭捏哦，好不好？艺人就是衣服一上身，整个人就要进入状况。好，今天的主题叫做性感女神，对不对？掌声欢迎这三位性感女神，加油！以性感为主题，在练习过程肢体不协调的洪雪峰，却担心拖累队友。啊。性感这个部分是我之前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尝试过的吧，然后还蛮担心自己的表现，然后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其他队员，就希望不要造成他们的负担。怕拖累队友的雪峰赶紧加强练习，在队友的指导下，雪峰也越跳越好喽。而且我们就是能够让你们的鼻血狂流。Started giving me some loving. I'm carrying in a touch for you, holding and over. It's time for you and me to do.
说声爱，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。这是一段非常奇怪的表演，小妹妹，你快回家吧，这里很危险的啊！小林老师觉得这三个女生的表现如何？我应该可以了解那个洪雪峰为什么要这样子唱这个歌，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。其实我也可以接受是很年轻的那个性感，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歌曲的节拍掌握好，然后你一直到中间，其实你一开始唱的时候你已经是很彷徨，即使我觉得你站着都还是可以有性感，你的眼神你唱歌的味道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因为你太恐惧于你的节拍，所以你整个都是非常的害怕，所以那个根本没有办法把你的性感展现出来，而且你的声音是这么的性感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克服你的节拍。然后伍思艾，我跟你讲过很多次，你的尾音如果是这样唱，其实会把你前面的那些你想要的心意全部都弄掉，你会有一个尾音是 wow 那个有一点点，对我来讲是我听不出来你那个 wow 那个是什么意思。马上就来看看这组的成绩，请评审按灯。我们要看到的是性感女神得到的分数。复古组曲带你回味邓丽君经典好歌。马上就来看这组的成绩，请评审按灯。我们要看到的是性感女神得到的分数是18分。哇，没能过关。尤明老师没有给到10分的原因是，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一组的期待感比较高，然后呢，可是我觉得，我确实觉得雪峰的失误太严重了。他们虽然是主题是走性感女神，那我觉得好像思爱跟旭静的这个他们的歌路啊，还有他们的肢体啊，好像比较搭档。那我觉得可能期待雪峰他有一个比较干净、比较单纯的那种性感，但是我觉得他整个头脑好像都在记剧情还是记节奏，所以我很抱歉没办法给你高分。不过对雪峰来说这也是尝试，第一次很多的尝试，包括稍微要穿的这个露一点点啦，对不对？然后也要这个跟着跳舞这件事情以前都没有接触过。他一直没有，从排练的我们第一天开始，他的 wave 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，全都是会站不稳，对，就全都不会停住，然后慢慢的教他，他其实学东西真的很快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有开始就很好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一点也不怪他。现在会有想哭的感觉是？我觉得他们人太好，让我很对不起他们想哭。对，你真的很像是人家那种show girl 完了要拍照，然后他就一个路人经过说我也来一下好了，就是你是哪位啊？好，但没关系，这是一个学习嘛。对不对？而且其实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本来不会跳舞后来都拼了，你试着把黄靖伦学长当成一个目标好不好？他虽然这个脚不在拍子上，可是他歌都在拍子上，这就很特别了，慢慢学好吗？啊，那三位美女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这么好看的歌舞啦，要休息一下在失败区，谢谢。就是我们想透过一些金曲的创作会有一些放一下，没关系的。我们还是你学到东西了没有？你说有没有？有学到东西就好，别的不要去管它。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关。谢谢静姐。中场统计，目前五组参赛，仅有2组刚好达到过关标准，3组挑战失败。接下来5组人能度过评审的严格把关吗？哇！